好，今天我们猜各省资源之最。第一个，煤炭产量最高的省，那不得山西煤老板。嗯，这个比较简单啊。下一个，石油产量最高的省，石油，你猜一个，肯定是在新疆呀。哎，对。钢铁产量最高的省，河南河北。到底哪个？河北。确定？河北。啊，对了，下一个，发电量最高的省。发电量最高的省，不知道，提示一下。提示一下，在南方。那就是长江以南。嗯，那就下雨下的比较多的地方。嗯，那就广州、广东。对了，广州啊，广东啊。下一个，小麦产量最高的省。河南。也可以啊。对了，下一个，水稻产量最高的省。黑龙江。哎，对，下一个。玉米产量最高的是黑龙江。哎，对了，下一个，大豆产量最高的是，那也应该是东北的吧？哪个省？那我也猜，山东。山东是东北。青岛。青岛是，你们是下去？青岛你？我去百度一下。下去。吉林。吉林啊？确定啊？嗯。下去。辽宁。下去。大豆，嗯，大豆也是黑龙江。对，黑龙江被你们猜了两个。下一个，茶叶产量最。应该是给我下去，黑龙江。茶叶。茶叶，哪个省最爱喝茶叶？安吉、滁州。省。浙江啊。浙江，你确定？云南。你个傻。汨罗春。问你哪个省？是，省。对，省，我已经很不耐烦了。安徽，安徽是吧？是吧？茶叶产量蛮高的，但不是最高的，下去吧。那浙江，都猜过了，不对，你还猜？福建，福建。哎，对了，就是福建。下一个，盐产量最高的是，完了这张嘴上来。山东，哎，我家吃的就很咸。下一个，猪肉产量最高的是。是养猪大户啊？你问我，问你啊，猪肉。甜甜那个省吗？甜甜那个省是什么省？湖南省。啊，对，湖南省。下一个，蔬菜产量最高的省，蔬菜。嗯，这个其实很那个的，很好猜的，很好猜。嗯，就是我们刚刚猜过了吗？不是，我给你个提示，就是疫情的时候，谁支援全国蔬菜最多的？山东。答对了。哎。下一个。牛奶产量最高的是牛奶，内蒙古。对，让你捡个乐，下去吧。下一个，这个厉害了啊！两院院士最高的，最多的大江苏。哦，很骄傲。对了，